大家好，我是开心果宝的周雅君，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猴豆饼的一天。有一天，我阿哥在卖猴豆饼，然后他家人呢，老板猴豆饼家的饼干，然后阿哥掰开的，嘿。你怎么没有乖乖炸我猴豆饼？然后你说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以后会卖猴豆饼，谢谢大家。